今年4岁，我最喜欢打跆拳道，还有游泳，还有看故事，还有唱歌，还有骑脚踏车。我最喜欢去海洋公园去看鳄鱼，还有海豚表演，还有树懒。我还有喜欢去迪士尼，最喜欢玩的是钢铁人噗噗噗，还有钢铁人电力棒噗噗。谢谢大家。The empty room. Anna goes to Grandma's house. She lives in a big old house. There's a dollhouse. She washes all toys and puts it back.我今天要介绍的故事是小老鼠找新家，故事开门。有一天，小老鼠看到一个好大的苹果呀，它好想吃哟，可是洞太小了，根本放不下这个大苹果。于是它拜访了好多朋友的家，朋友都讲，我的家里到处都是东西，不能让你和你的苹果住进来。于是后来他就回家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苹果吃光了。谢谢大家。